这就是传说中不用鱼钩也能钓鱼的霸王捆，使用起来特别简单，将饵料包在八字环上面，然后咱们直接抛竿入水，入水之后张网会迅速张开，呈现圆形状态，饵料会慢慢雾化，把鱼聚到你的张网下面，这个时候咱们只需要轻轻提竿，哇，看到没，随便一竿都是十几二十条鱼啊，特别的好用啊。